证明哈、哦，这个奇数次的多项次方程一定有十根的、啊。哦，比如说哈、哦，三次方程，哦，比如说 f(x) 啊，等于这个三次方程，哦，这样子，那它呢一定有十根，哦，这个就是有十根。好，那我假设哈、哦，这个奇数次的多项次哈、哦、是等于 an。x 的 n 减 n 次方加上 a n 减一 ，x 的 n 减一，一直加到这个 a 一 x 加上 a。好，那我这个首项哈 ，x n 次方可以提出来，其中哈 n 是奇次的，也就是说 n 是奇数， 2k 加一。好，那我把 xn 次方给冲出去，完了这 an 啊，加上多少呢 ？x 分之 an 减一，一直加到 x 的 n 减一次方分之 a 一，加上这个 xn 次方分之 a 零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好一定可以找到这个。x 哈等于这个 l 足够大的 l， 哦足够大的 l， 哦啊使得什么呢？使得呢这个都可以省略了，哦足够大，哦当 l 呢很大很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这个什么呢哈、哦？这个我叫做 an 好了，叫大的 an， 大的 an 哈、哦。它的符号这些都可以省略嘛，这个时候符号跟它一样，哦就 a n 与呢，哦远大于一好了 ，a n 与什么呢？与 a n 同号，也就是说这个通通省略了嘛，啊所以呢这一项的话，全部它的符号呢跟 a n 是同号，也就是最主要是这一项，哦。那这个都可以省略，所以这个的话跟这个符号是相同的。那同样道理啊，哦，当什么呢？当这个，那这个什么呢？这个，负 l， 哦 ，x 呢等于负 l， 这个时候的话哈，我们叫做 a n prime， 哦，这个时候叫 a n prime， 也与什么呢？与这个 a n 呢同号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 l 非常非常大哈，这负的非常非常大，哦负的非常非常大的话，这个项目通通可以省略，与 n 呢是同号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这个也就是说哈，我当什么呢？我当这个 l 很大的时候，哦 l 很大的时候，那么呢它的符号哈。跟首项系数呢，哦，跟首项系数是同样的符号。当你呢 l 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它什么呢？它的这个，就是这一项哈，从这里就看不出来。就是说你 l 很大的时候的话，那它是正的，哦，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正的了。啊，当然它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，也有可能这样子的。反正就是说，你 l 很大的时候，这些项通通省略掉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呢，这个 f 哈 ，l 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是 l 哈，待了下去嘛。n 的话是2k 加一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是an 的哈 ，an， 那 an 的话跟什么呢？跟 a 是同号，那 f 呢负 l， 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负 l 的2k 加一，啊乘以 an prime， 那因为这是奇次嘛，所以负号可以提出来，所以这等于负的 l 2k 加一，啊乘以 an prime。
但因为 AN 齁跟 AN 同号 AN prime 也跟 AN 同号嘛，所以这两个是同号的，所以呢我两个乘起来乘以 F 齁负 L， 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这两个相乘就负的多少L 的 4K 加2 4K 加2那、乘以多少呢？AN 乘以 AN prime， 那 AN 跟 AN prime 是同号嘛，所以这两个乘起来是它是大于的，这个是大于的，所以这个就小于。那根据康康定理，根据康康定理哈，这个 L 跟负 L 之间哈，它至少呢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根的、所以根据康康定理，这个呢鸡翅多项式的话，必定有十根，至少有一个。